咱们现在集合一下，出了事儿啊！太棒了啊！太棒了！坐的。这次的这个救援行动呢，是由四名蓝天救援队的救援人员以及两名当地的军方。尽力了，真的，我们是尽力了，尽力了，真的尽力了。美丽呢，给他们比赛那些要不太高吗？咱们的人，平哥集合，咱们的人回东边。咱们出国嘛，也肯定代表的不是个人，要对得起咱们的国旗，不远万里跑到这里边，对吧？我们肯定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竭尽全力的去挽救每一条生命，这是对生的权利的尊重，也是对遇难者的一种尊重。后面还有呢，后面都可以。路灯开一下，